不少民众已经卡位要迎接2021年第一道曙光，远方山头冒出亮光，没多久太阳缓缓升起，金黄色的阳光洒向大地，让等了好久的民众超兴奋，拿起手机狂拍这一刻。今年第一道最美丽的曙光就在阿里山，清晨7:05从玉山山脉中探头，加上周围云海环绕，美的就像是一幅画。不过同样追曙光，其他地方却没有这么顺利。祝福您在2021年有个愉快的开始，一起和明日号在台东迎向明日。台东县长饶庆麟也特别起了一大早办起明日号列车长，热情迎接外地游客，期待可以看见2021年最美的曙光，但结果却不如预期。那会不会很失望没看到？不会吧，还是有一点点。一早列车4:20就抵达太麻里，因为云层太厚，只看到些微阳光。另外三仙台也挤满民众，不过同样因为云层关系，还是没看见第一道曙光，连续22年共估。一点点而已，会有点失望吗？大家看的有点小失望。你们是哪里来的、啊？我们从山来，都被遮住了，差不多一点光而已，都被遮住了。有没有觉得蛮失望的？有一点。花莲七星潭同样也是挤满人潮，还有毕业生特地穿学士服，想和2021年的第一道阳光合影，但计划失败。挥别2020年，全台各地抢看曙光，却是两样情。三立廖国雄、王浩源、吕苑、许昌云，嘉义、台东、花莲采访报道。